贵宾欢迎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。未来安全期间，在请系安全带的指示灯没有熄灭前，不要解开安全带离开座位。同时，在打开座位上方的行李柜时，请您特别留意，以免行李滑落下来。入境台北的贵宾下机后，请由第一航厦办理入境证照查验、海关及停留。